我们出发。这个队伍可以解双成就，全神跟三个属性，我们看一下可以多快，可以打多快。好，第一关，第一关，手消全木、全水、全光。所以这第一关我跟你讲，就不要卡住就可以了。全木、全水、全光，有没有？转弯直接放手，就那么简单。有多少颗球？两颗啊？什么？你是问我还是什么意思？什么问题？什么多少颗球？刚才看到0.75倍速，那我讲话会很坑吗？0.75的倍速，0.75的我大概是这样子。我是这么回事？不能手消水哦，靠杯，你给我一堆水。那先转一回合。0.25，哇干，还是给我这么多水，我要疯了。好，洗净了，洗净了。感谢乌鸦的生日快乐，那下礼拜带去玩小朋友。小朋友是什么东西？小朋友找小朋友玩，不是萝莉我不要啊，不是，我是说什么东西？黑乌鸦，什么小朋友？哪里有小朋友可以玩？大哥两卡应该是轻松啦，这个什么队都可以。但我等一下我要解那个全光成就，好不好？有没有一个最强的全光成就？不要再玛雅了，除了玛雅之外，有没有一个全光？全光那种很好过的，不是很好过的，很强的，很娱乐的，全光哦。超人三藏，三藏也好久没出来了、欸、可是三藏也都不强啊，打这种关卡绰绰有余吧。他这种卡那么简单，什么我自己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好了。新的改版不是有光的队长吗？那什么光机械那一只，我们来玩玩看好不好？光的小将是不是那个了解一下、啊、是吧？他这个是弓前盾，然后我们的十三号机带朗基努斯枪就可以无视弓前，43亿。好，这有他，这队是无视这个鬼东西的，直接做完就好了。哦，道罗斯有想法哦，平砍王亚瑟，看可以玩看呢，说真的。慢刷，我打了3分钟，好慢。慢刷慢刷，但是可以解双成就就好。我想试亚瑟、欸。不对，对啊对啊，等一下，要不然我们来那个，我想到了，等一下我们先逢魔好了，然后再来娱乐。好低好低。好低